下半年最让人期待的韩剧，就非宋慧乔和朴宝剑主演的《男朋友莫属辣》。近日释出的超唯美预告，真的是让人心动不已啊！看看这海岸激起的大片水花，似乎在暗示两人惊涛骇浪的爱情，流露出满满的 CP 感。不同于预告的粉红泡泡，多半现场可是充满可爱感呢。차수연역할을맡은송혜교입니다잘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안녕하십니까청부여같은청년김진혁박보검입니다 That belongs to this lady, just leave it there. 제팬부어주려고또막1등급총각기분입니다아이고총각이잠자잘하네감사합니다또오세요혹시나니까협박하지야이놀아야아그러니까놀아줘내말이나좀놀자차수야잘부탁드립니다박대리님欧巴欧尼真的是太可爱啦，还想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化学反应的。大家别忘了11月29号要锁定我们爱奇艺台湾站哦。